日本桌球天后福原爱拥有非常甜美可爱的外形，她和前夫江宏杰在2021年离婚，离婚后的她渐渐淡出荧光幕前，不过粉丝们仍然可以透过社群平台了解她平时的生活状况。最近她在微博晒出一张自拍照，照片中她的脸上画着淡雅的妆容，扎起俏丽可爱的辫子发型，拿着手机对着镜子自拍。特别的是，她拍照时还逗趣用手指向自己，而且因为镜子反射的关系，画面中出现许多个她。对此，她逗趣发文写下：“猜猜这张照片里面有几个我？”贴文一出，网友纷纷回应四个或五个。另外有一个粉丝幽默留言说：“画面中有无限个她，而且还有一个在我心里啊。”Bye.